来开箱 JBMD 这组瑞士 AC 活性美肌精粹，它结合了维他命 ACE 三大美肌因子来触动我们的美肌机制哦。如果想要美白、抗暗沉、去黑色素沉淀，就必用 JBMD 这款。一个疗程有四瓶，都是独立小瓶跟真空分层的设计。使用方法：先取下密封环，向下挤压，释放维他命 C 的浓缩精粹。它用了 JBMD 的真空保鲜科技，可以确保维他命 C 的高浓度、高活性来发挥最大的功效。然后摇晃均匀，启动维他命 ACE 三大活性美肌因子。取下塞子，更换成滴管。每天取适量涂抹于全脸及颈部，因为强力抗氧化的特性，所以建议每瓶大约十天内使用完毕。一组四瓶，可以连续使用完整的40天来达到最佳的效果哦。